觀音亭韋陀天這套戲呢，就想用一個現代的意識，是將我們中國古代的一個傳奇的人物呢，是寫出去現代社會的含義，是一個教育現代的人呢，是一種新的思維，就是一種什麼思維呢，就是做人要積極啦，要和諧啦，同埋呢，就是任何的困難災難呢，都要用一種坦然的心情呢去面對。咁所以呢套戲呢，係將我哋中國古代嘅神話裏面啊，同埋古代嘅呢個傳奇嘅人物呢，係寫到佢活形活現，係並且寫埋觀音呢係點樣去領悟愛情，同埋領悟點樣係為社會服務啊，同埋點樣係為人類造福啊，咁等等。咁所以可以話係呢，係一個比較新嘅現代嘅思維呢，去將一個古代嘅人物呢係重新去演繹。今次咧，廣東粵劇團咧係將佢咧係演繹咗喺國內咧演出咧，係受到好大嘅注目同埋轟動。咁啊，我作為呢個戲嘅創作人咧，非常之興奮。這個呢就係呢個甲係有品牌嘅，好似嗰啲龜嗰啲甲咁咧，叫火箭甲啊。呢個九尾狐咧就曾小敏小姐演啊，曾小敏係當今粵劇壇啊最被看好嘅未來文武花旦。处有善财的叫声，我哋要小心行走，以免踩在善财身上。我知道了，我小心就是了。是有心的，踩死一隻蟬蟲啦！宋君啊，我哋踩死三隻蟬蟲，實在罪孽深重啊！我要喺呢度為蟬蟲超度。公主，你就是难苦瓜来的。将军，你就动手吧。公主，我又怎忍下手呢？将军，断子还亲，孝恩得报，我当能成佛。将军，你是我最信任之人，只有你才能成全于我。你就动手吧。我不能动手。我不能动手。Thank you.
世事空尘啊，恍如噩梦啊，为你修成正果啊，唯有信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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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看见丁凡，看见蒋文娟，看见全。